这才是小厨房的满分设计。厨房开间只有1.8米，常规布局只能做 L 型橱柜，储物空间少，台面总是乱糟糟，瓜果蔬菜也只能堆在地上，垃圾桶都无处安放。试试这样做：一、转角延伸做薄柜，深度40公分，再把地柜角落留空，放上2个蔬菜篮，垃圾桶也放得下，不会遮挡过道空间。二、上方装轨道插座，放上常用小厨垫，使用更方便。三、搭配做组超薄柜，左边放瓶瓶罐罐，右边放常用厨具，释放厨房台面。四、把吊柜缩短加厚，增加一组上翻柜，收纳食材干货，再做一层置物架，收纳油盐酱醋，台面更整洁。五、地柜不做层板，而是都做抽屉，物品好拿好取。六、角落做钻石型储藏间，里面交错式层板，米面粮油都能装，一门到顶更美观。七、最后角落放冰箱，搭配高柜更美观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